嘅集合，都係一嚿牆。係啦，但係我哋起步巡遊起步嘅地點咧，大家唔好意思啊，因為警察唔容許我哋喺球場擺咁多人，同埋我哋要擺球場嘅台。咁可能咧，我哋要移師玉步過到去新康街嘅行人專用區，新康街嘅街頭度做起步噶啦，做一個。係啦，咁我哋咧，或者咧喺度都順道講一講咧，因為警察嗰邊嘅指示咧，我哋唔可喺球場過去新康街嘅期間咧，我哋係唔可以響任何音樂嘅。咁我哋佢會幫我哋維持秩序咁行過去新康街，咁就會喺新康街度開始我哋起步咁樣。咁同埋咧，因為新康街嘅地方咧都係有限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新康街阿勝哥你阿陳天寶啊，嗰個阿強哥都知上水新康街，因為嗰度係好窄嘅，同埋有啲招牌，頭頂有招牌嘅，咁就所以警方唔建議我哋用大型嘅工具，咁我哋都希望其他隊伍咧，巡遊嘅隊伍咧都可以遵守呢個，因為其實用大型工具咧係過唔到嘅，太大嘅亦都過唔到。因為佢頭上有招牌，咁我哋因為我哋要新康街嗰個地方有限咧，我協會嘅代表，跟住就係安清堂醒獅團嘅代表。就是元朗區體育會的代表，那些主力不理人可以十九，元朗體育會是十九，是十九隊出賽，跟住就是宇德堂龍獅團的代表十五，跟住就係鄭德輝國術健身會嘅代表，廿一，係廿一隊嘅。跟住就係寶芝林李燦波體育學會嘅代表，十六，係十六嘅。跟住就係善港比倫體育會嘅代表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對唔住，係跟住係香港法強體育總會嘅代表，唔好意思啊。係第二隊嘅，跟住之後係禪港比倫體育會，唔好意思，係第一隊嘅。咁就輪到我哋輪翻上去咧，就係冇出席。唔好意思，出席咗嘅隊伍有冇係未抽嘅？出席咗嘅隊伍有冇未抽嘅？咁跟住咧，我哋就輪到冇出席嘅隊伍，咁由我哋大會代抽啦，係啊？代抽，好嘛？張九係咪啊？首先就係張九龍獅體育會嘅。第十三隊，跟住就係錦田吉慶維龍獅團嘅十八，跟住就係香港張強國術總會十一嘅，跟住就係陸志夫國術總會第二十二隊，跟住就係潤福堂龍獅體育總會第十四隊，
跟住落嚟咧就係不笑臨門龍子祥國術總會。是第十隊的，跟住就是陳宗銘龍獅團，是第四隊的，跟住再落嚟咧就是香港獅藝館龍獅體育會，是第五隊的。跟住就是上水河和尚鄉龍獅體育會，是第八隊的。咁呢個就是我哋今次比賽的出場次序啦。呢個都係安排埋嗰個巡遊次序。係啊，呢個都係定埋巡遊嘅次序啦。加翻嗰個誒，成立啊，跟住先先落去。